大家好啊，歡迎你哋嚟到呢個禮拜嘅塔羅時事時間喎。咁呢個禮拜咧，子欣收到嘅呢個題目咧，竟然係咧叫做好長啊個題目。咁我就將成個題目讀俾你哋聽喎。係啦，港珠澳大橋是否危險之地？會否意外重生，令很多生命消失咁樣？咁啊，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的而且確。咁啊，希望佢唔係一個假設啦，係啦。咁啊，關於呢個題目咧，我都有去到稍作一啲了解咁樣樣。咁誒，點解我話呢個希望唔係一個假設咧？因為呢件事其實我覺得都非常之搞笑有趣啊，咁樣。睇到好多人有好多嘅恐懼啦，咁樣咁，然之後即係嗰個建設即係政府方面啦，同埋係基建嘅各方面主辦嘅嗰個機構嘅人咧，全部都係出嚟係表示沒有問題咁樣樣，而另一方面市民啦，其他嘅。其實都是市民啦，大部分都是係啦嘅人咧，就係、有一個假設嘅，就係、我睇到嘅就係、大家都係假設咧，政府部門啦，各個方面咧都係欺騙我哋嘅，明明就係有問題咁樣，即係裏邊有好多好多嘅呢一啲嘅自己嘅一啲嘅恐懼啦，係啦人嘅。投射啦，咁喺裏邊啦，咁所以未嘗係不好地去攞一張牌啊，睇下會唔會有一啲嘅 insights， 有啲乜嘢嘢嘅睇法，或者有冇其他嘅唔同嘅有智慧嘅角度俾我哋咧，咁樣樣。咁關於呢個咧，港珠澳大橋是否危險之地，我覺得這個題目都好好笑。是否危險之地？裏面有沒有假設呢？是不是本來港珠澳大橋是不過一條橋，無緣無故它為何會成為一個危險之地呢？我的感受就是這樣咯，是啦，為何會無緣無故成為危險之地呢？接著大家又覺得不是的，你還說謊騙我這樣，到底是你們的幻想啊，還是真的有危險呢？咁其實咧，如果喺我哋身心靈嘅角度裏邊嚟講，我哋都知道信念創造實相啦，我哋成日都聽係咪？吸引力法則啦，係咪？咁死啦，咁點啊？哇！我諗唔好就唔好就嚟啊！冇錯啦，完完全全就係咁樣樣咯嚇。咁同埋呢件事即係。如果大家唔坐，你唔行嘅，你咪唔好行嗰條橋啦，係咪？咁但係咧問題就在於咧，好多人趁呢個機會咧，去到鬧人啊嘛，睇到嘅就係啊。咁但係我去觀察嘅嗰個角度就係、反而好想知道嘅就係、點解大家？點解大家會趁機會去發泄啦？或者話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啦。網上有好多嘅就算一條 YouTube 嘅片，可能下面都有好多好多人咧係罵得好難聽啊，係啦。咁其實有冇咁嘅必要咧？係咪？真係有冇咁嘅必要咯？嚇！而家誰不過都係人哋係努力緊啦，係咪啊？做緊一個工程啦，係咪啊？一個其實係基本上基礎性嚟講，都係一件好事嚟嘅，係咪啊？當初嘅原意係咪啊？令到港珠澳三個地方係咪能夠更加嘅近咯，另外嘅一個嘅方法啊，係咪啊？即係陸路啦，可以大家互通得到，係咪？咁就希望可以促進經濟又好，係咪啊？好多嘅諗法咧，基本上都係好嘅善嘅一邊，係嘛？咁我自己又真係有一種嘅感受咯，等於好似咧我哋屋企嚇，可能你個女話佢要去選香港小姐咁樣，咁樣咧阿爸咧就話：阿女唔該，你有自知之明啦，你咁嘅樣你真係唔好搞笑啦咁樣，即係咁樣嘅感覺啊！俾我就係話咧，咁奈何我哋中國人都唔係特別中國人，但係
不是只是中國人，但特別中國人，中國人是比較喜歡所謂的謙虛啦，就通常都是有彈冇讚咁樣啦，咁樣咁是一目相通的嘢嚟嘅，對我嚟講是有啲相似的能量嘅，係嘛？即係人哋本來就好好地想去做一件事，嗬，咁但我哋咧就有殺錯冇放過，就是冷水就大把。冷水大把，你不夠我仲有咁樣，就係咁潑落嚟咁樣。咁你又可以話唔係喎，子欣。咁萬一真係有事咧，咁樣。咁我哋講緊吸引力法則噶嘛，係咪啊？咁老實講，有事佢唔驚過你，係咪啊？嗰責任會係你負咩？唔係啊嘛。咁如果既然你唔中意嘅，你其實唔好行咪得咯。冇人逼你行嗰條橋噶嘛，係嘛？即係我又變咗覺得呢件事其實有少少啼笑皆非，同埋咧好似係做出嚟咁樣嘅感覺啊！好似個社會點解我哋一定要製造一啲混亂出嚟，大家去到辱罵咧，互相辱罵，嗬、啊？製造一啲係啦，製造一啲機會，係啊，製造一啲 disaster 咁樣好似，因為根本而家都冇 disaster 係咪？而家都冇呢、這個。災難，大家就要製造一些災難出來，而不是刻意去製造和平，不是刻意去製造讚賞，而是我們在刻意製造很多的互相的批鬥、批評，還有是不足夠，不停地看到和指責，是的。那好啊，那既然呢是這樣的，這麼有趣的一個狀況的時候，我們呢就請我們的宇宙的至高的智慧啦，是啦，給我們呢看看多張牌先，一張是啦，關於這件事給我們一些的智慧啦。雖然這個題目呢就是這樣問的，就是說這條橋是不是一個危險之地，會不會發生很多意外，同埋令到很多生命的消失咁樣樣，所以咧，我哋睇下仲有冇會唔會出多幾隻牌嚟到睇下，呢條橋起好咗之後係啦，咁會係點樣樣咧？個情況會係點樣樣咧？好，不如我哋就睇咗一隻先啊，係啦，好感覺睇咗呢一隻先，關於港珠澳大橋呢一件事。看看出了什麼牌先 ？Noah， 愛因斯坦的 Noah Crystal 是好，我們一起來看看這隻牌。我想會有出多兩隻來到做一個的 confirmation 的，但我們可以先看看這隻先，知道者 Noah 這隻牌。關於思想的，其實如果出這隻牌的話呢，其實都很簡單啊。我們看到這隻牌裡面呢，後台有沒有幫我擺這個？是啦。Noah 呢只牌咧，我哋大家一齊嚟睇睇喎，係啦，我哋見到裏邊咧，佢有一個愛因斯坦喺度啦，同埋佢基礎性呢一隻牌都係代表思想，就係話我哋嘅全部而家嘅狀，而家呢一個狀況咧，其實都係大家諗出嚟嘅，都係我哋諗出嚟嘅。咁危險危險咧喺短期之內咧係唔會有發生嘅。係啦，咁因為咧，我哋喺建造嗰方面啊，負責呢、這、一個負責做呢一個建造嘅嗰邊嘅人啦，工程師啊咁樣樣咧，我哋基本上咧係要係要知道佢哋係有做佢哋嘅工作，係啊。咁喺呢件事上面嚟講咧，就唔似會係咧，佢哋其實係計錯數而呃我哋啦。如果以呢一隻牌簡單地，嗬，呢只知道者係啦 ，Noah 呢一隻牌嚟講，咁就係我哋見到啦，愛因斯坦喺裏邊啦，代表咗咧都係好精密嘅考量估計嘅。計算嘅，咁而而家呢個好多人係有好多自己嘅諗法啦，加諸咗喺裏邊，咁呢啲咧都唔會影響到實際上呢一個建造嘅，咁但係咧我哋咧可以咧攞多兩隻牌睇下，會唔會有多少少嘅insight 啫，反正我哋都仲有時間。關於呢一個港珠澳大橋，有啲乜嘢嘅啟示咧？呢件事上面係啦，就呢只啊，
想要多一隻添，睇下會唔會有咧？港珠澳大橋呢件事好啊，就係呢只喎，好啊。第一就係話係好精密嘅，我哋唔需要擔心。No 啊，呢一隻啦，頭先係啦。咁跟住咧，我哋有第二、第三隻睇一睇。Learner 第二隻咧係 Learner 學習，全部都係 Crystal 喎，係啦。第三隻咧，我哋睇埋第三隻先。然後看看一個怎樣的故事啊，嗬 ？OK， 第三隻咧就是成長啊。好，嗱，我哋會看到咧呢件事咧，而家翻翻嚟指引呢度啦，係啦。呢三張牌的話咧，就會看到個故事咧。其實喺最後嗰張就係講緊成長啦。呢件事咧，讓我哋香港人啦喺度發放緊好多批評啊、負能量嘅人嚟講咧，其實未必會係因為呢件事咧而係得到一個嘅成長嘅嚇。咁頭先開初嘅時候，先有講到啦，就係話其實我哋去睇呢件事啊，好多嘢都係我哋自己嘅一個發泄啊，好多人咧，根本上係咪真係需要去到咁樣樣對呢個情況覺得係有危險呢？咁第一隻牌已經 confirm 咗我哋咧，就係話呢個建築上面咧，我哋知道咧係唔會有問題嘅，基礎性嘅建築上面係唔會有問題嘅。咁而第二隻咧，學習者嚟講咧，就係話對於嗰個建造嗰啲人啦，甚至乎政府機構嚟講咧，呢件事亦都得讓佢哋咧係得到一個嘅學習嘅，係啦。畢竟咁樣樣嘅情況咧，好似都不常發生咁樣啦，係啦。咁所以咧，咁樣樣嘅市民嘅恐慌啊，大家有好多嘅爭議啊，呢啲對於政府啊、建築嘅部門嚟講咧，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咧一個學習嘅機會啊，就係話哦，原來大家係會有啲咁樣嘅反應嘅，有咁嘅反應嘅時候，我哋又應該點樣去應對？點樣讓我哋嘅市民會有信心咧？呢啲方面其實係我哋只能夠講就話呢啲方面咧，一直以嚟佢哋沒有去到做啊，沒有呢、這個著筆墨落去，令到大家咧係對於呢一個港珠澳大橋咧好有信心嘅嘢啊，一直以嚟其實佢哋係並沒有落咗好多嘅筆墨喺呢啲方面啊，嚇唔夠或者話，咁所以咧今次咧亦都係一個讓佢哋政府部門啦各方面咧係一個學習嘅好機會啦。咁但係咧呢一整件事咧對於嗰啲心中有好多嘅恐懼啦與批判嘅人嚟講咧，其實係唔會讓佢哋成長啊呢件事。所以咧，社會上面咧，我會睇到嘅就係咧，喺身心靈嘅角度嚟講咧，我哋都仲係講緊開初一開嚟嘅時候所講嘅話，信念創造實相啦。我哋知道嗬，人係有善，亦都係有惡嘅兩方面。兩方面都有嘅，即係人之初性本善，亦都性本惡，兩樣都有嘅。咁到底我哋咩時候係喺咩嘅狀態啊？我哋睇到嘅惡相啊，因為大家可能都見到啦，好多人喺度謾罵咁啊，甚至乎咧嚇，咁呢啲係屬於惡嚟嘅，係啦。又或者話我哋好似我頭先講嗰個例子，哦，你今日你屋企阿女話要去選港姐咁樣，咁你就投佢失敗票，對佢冇信心，唔相信佢，甚至乎係打壓啊，嗰啲叫做係啦，打冧佢咁樣樣，呢啲全部都係惡，全部都係惡嚟嘅，係啦。咁點解我哋會係咁樣咧？點解我哋唔可以對外面啊，
對外面的人，甚至乎自己屋企人，係啦，甚至乎自己的社會，可以有一個善意咧，係啦。我哋可唔可以咧？我哋點樣可以有呢個善意去俾機會人哋啊？俾機會人哋嘅時候，人哋都會俾機會自己，自己都可以俾機會自己，係嘛？咁所以咧，我會睇到反而就係話呢件事咧，表現到的就是香港社會裏面，我們其實真的可能如大家也都已經所知的，就是我們有很多的負能量，有很多的負能量啦，負面的看法啦，很多的批判啦，還有就是惡方面的有很多的這些的能量。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自己又怎樣可以盡量每個人盡自己的一點努力，去將更加多的善意啦，更加多的讚賞啦，或者話支持啦，係啦，善同惡，我哋講緊係嘛？點樣將更加多嘅善念咧，係投注喺建立喺我哋呢一個嘅社會上面，嗬，從而令到咧我哋社會咧係更加和諧啦，當然更加多嘅愛咧。講到意外嘅嘢嚟講，諗得到嘅就唔會係意外，哦，其實。在身心靈層面來說，對於意外的看法，其實意外也是好事來的，甚至乎我們一般人來說，有誰估到自己什麼時候會死呢？其實只有大師才會估到，只有那些打坐了很久的大師才知道，哦，我下個星期一我就會圓寂的了，那些是真的大師，大師中的大師。而我們所謂的一般的人，是的，根本上連自己的死亡我們都沒辦法能夠掌握得到，實際上我幾時幾後怎樣死法，哦，所以我們何必要去將這些恐懼呢是投注在自己的社會裏面呢，或者自己的生活裏面呢，能夠增加多一點的 awareness 覺察能力的時候，都希望我們有這個的角色覺察的能力啦，就讓我們自己的家庭先啦，首先自己的家庭裏面啦，怎樣真的可以互相呢，可以是給出去的都是支持你的，無論你的家人呢有什麼願望，或者是夢想啦，或者想要做什麼事啦，在他們的生命裏面，怎樣可以去到支持，從而呢，是啦，在這個練習裏面，我們必須要這樣一步一步這樣練習的，你不能夠說我很支持社會，但我就不支持家人，這樣不可能這樣發生的，是啦，那怎樣再從而呢，是對到我們的社會都是更加多的正面的支持，給更加多給機會，是啦，我們的社會的裏面的為我們做事的很多人，好嗎？那從而讓我們，無論是我們家人還是我們的社會，都可以慢慢慢慢一步去成長，亦都容許他們是有這個可能是出錯，都是能夠容許的。不過今次看到的牌象來說，應該你們所謂的恐懼就起碼短期之內都即幾年裡面都不會有你們所說的情況是會發生的了。不過咧，這個事情嘅彰顯咗出嚟咧，的而且確有佢裏邊嘅作用喺度嘅，就係大家都會從呢件事裏邊咧，係應該要學到一啲嘢，並且係得到一啲嘅成長，本應啊，嗬，得到一啲嘅成長嘅。咁啊，但係咧有即係個牌象就睇到有部分嘅人啦，係啦，亦都暫時咧可能未必有咁快咧會得到一個嘅開悟啊，知道自己啊係即係。我是否可以變得更加的supportive， 更加的有愛對於我的社會呢？咁部分的人暫時都未有咁快會有轉變的時候，咁這個就是今天的景象啦。咁始終長氣都好啦，都是希望我哋能夠有這個一點光明的心的人咧，咁就唔好吝惜捉住你嗰點光明，慢慢放出去，讓我哋嘅社會，讓我哋嘅家庭咧多一點嘅光，多一點嘅愛，好嘛？因為我哋嘅社會，我哋家庭其實就是我哋自己，我哋自己由我哋自己出發嘅。好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